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民镜火拍》的有鱼读书节目。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跟讲解《晚年周恩来》这本书。这是一部根据大量的内部资料、珍贵的个人访谈和回忆写成的书，主要讲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 行为、想法剖析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贞不二，亦步亦趋，百般揣摩毛泽东的心意，既要完成毛主席、毛泽东明确下达的任务，又要干毛泽东想干而说不出口的事情，千方百计的投其所好。另外一方面呢，周恩来毕竟是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管家。 心里揣着国计民生，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的经济建设跟现代化的前途，所以他也在不触怒毛泽东、保全自己地位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损失跟破破坏。这本书描述的周恩来，很像是一个技巧高超的杂技演员，在万众瞩目之下走钢丝，他的平衡技巧绝对一流。 他的柔软的身段多次使他在面临粉粉碎骨的危机的时候化险为夷。这本书的价值跟作用，与作者高文谦的身份跟功夫大有关系。高文谦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事务委员，周恩来生生平研究小组的组长。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一个集中保存、整理跟研究中央内部文、中共内部文献的级别很高的机构。高文谦的常务委员这个职务，外面人听起来是一个普通乙级的，但实际上级别很高，它属于省部级，含金量也很高。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职务调阅密集很高的，不但外人看不到，连一般的党内高级人士都看不到的绝密的文件跟档案。可以说，在接触和掌握有关周恩来的内部资料文献方面，高文谦是处在得天独厚、无人能及的地步地位。再加上他到美国以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访学跟进行写作，有这种机会。 他又处在思想自由、交流方便的优越的条件之中。除了客观条件，高文谦的主观努力也是充分的。他知道，对于周恩来这样一个有着复杂经历跟多方面、多多种面相的人物，用简单的肯定或者是否定的态度来对待都是不行的。他在研究跟写作的过程中间。 对于自己的传主周恩来，既有同情的理解，也有客观而严峻的分析和批判。他更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维度来分析周恩来，既要忠实于国家人民，忠实于革命事业，但更要忠实于帝王一般的毛泽东的这种二重人格。我认为。 高文谦把周恩来的悲剧人格跟悲剧命运做了深入的研究跟生动的描述。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周恩来是中中共的光辉形象，尤其是高大的道德形象。时至今日，中共还在不遗余力的维护这个形象。我清楚的记得，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年。 我作为新一届的大学生进入大学，那时候周恩来作为中共的道德形象，在政治教育中间占了很很大的分量。那个时候，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还记忆犹新。随着文革的失败跟破产，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动摇。周恩来作为一个道德完人。 的形象被包装跟推出，作为恢复原来的信念是成了一件重要的工具。应该说这一招还挺管用的，而且管用的时间还比较长久。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做的亏心事一件接一件的为人们所知晓，积累到今天。 周恩来的道德完人的形象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了。当然，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撤回周恩来的道德形象，我们要恢复历史的真相。而恢复历史真相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从历史中间吸取经验教训。我们要通过分析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的云辱沉没。 支配他的言论跟行动的背后的政治原因或政治动机，弄清楚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现，要防止周恩来式的悲剧的重现。我们应该在制度改革跟制度建设方面做些什么工作？我们研究他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的。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被宣传的外衣遮蔽着的另外一面。 即周恩来极尽全力地投毛泽东所好，为毛泽东成成功的进行文革效犬马之劳。在官方的宣传跟文献中，以前对这方面的事实是讳莫如深的。周恩来效忠于毛泽东，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首回合斗争中间，就看毛泽东的眼脸色行事，在打倒彭真的战役中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周恩来在。 毛泽东打倒彭真，在文化革命的首首次战役中间，他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毛泽东是命令江青秘密的到了上海，去组织姚文元写那篇文章，叫做《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来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但是呢，毛泽东这一仗并没有打好，并没有做到他期待的首战告捷。 他的战略计划遭到了中央书记处的常常务书记、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的顽强抵抗。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首都的报纸不转载，毛泽东下令出单行本，北京的新华书店也不预定。毛泽东为对此就大为恼怒，要周恩来出面来干预，要周恩来想办法。 因为他的东西在上海发了以后，北京不理睬他，北京就看不到这些发动文化革命的这些东西。那时候毛泽东就想起周恩来，要叫周恩来去给给他办这件重要的事情了。周恩来就出面干预，敢于跟彭真讲这件事，就把彭真说服了。彭真只只好听周恩来的话，就在北京的报纸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嗯，新华书店也预定了上海出版的那那篇文章的单行本，就转载就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之下，北京就解决了这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而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三月，毛泽东乘坐刘少奇到国外去访问，而邓小平呢到西北去视察工作，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留守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机会。 要周恩来采取措施向彭真发起攻击，因为毛泽东是退居第二线以后，当初在北京第一中央第一线上工作的是三个人嘛，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小平。刘少奇是出去访问去了，邓邓小平到西北去视察去了，周恩来等于就代表了主持工作的在中央一线工作的人，他说的话就等于算是整个政治局常委就要通过了，就毛泽东就抓。 抓住这个机会，给周恩来做了布置，要周恩来去向彭真发动攻击。周恩来就明知毛泽东对彭真的不满，其实不是不仅是针对彭真的，而实际上是针对彭真背后的刘少奇的。周恩来对这点是心知肚明，也知道他本人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他的态度就会使局面急转直下。 但是经过两天的考虑，他终于还是下了决心要站在毛泽东一边。于是他终于就最后表态支持毛泽东。他就说，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的一个纲领，因为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制定的，彭真那个文化革命纲领叫做《二月提纲》。嗯，周恩来就追随毛泽东表态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要提议。 要中央重新起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这等于就是对于彭真的彻底的批评跟否定，要重新推倒再来，这个态度是一个很很严厉的，这追追究彭真责任的态度。周恩来的态度说起来呢，就是代表了在北京的中央常委的态度，这个意见就给了毛泽东一个决定性的支持，这就使得彭真。 只能就回家去做检讨去了，而且注定就要下台了，因为周恩来表态，等于是整个中央第一线上的人都否定了彭真的整个工作嘛。为了促进发动文化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五幺六通知》也就诞生了，这也是周恩来提议的。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终于在发动文革的第一仗中完胜，所以。 在打第一个战役的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并不是很顺利的，也打得比较艰苦，因为彭真顶在那里，彭真是很顽强的，而且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北京市的市委书记、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这么一个位置。这是借助了周恩来的力量，毛泽东把第一个战役就拿下来了。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央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林彪就成为了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被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接替了刘顶替了刘少奇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和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位置。在这个巨大的人事变动中，周恩来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五日，毛泽东把周恩来叫叫去，向他出示自己刚写好的《大字报》。 题目叫做《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就是把进攻的矛头直端端的、赤裸裸的对准了刘少奇，就公开叫板了。毛泽东先把把自己的底稿给周恩来看，就等于是向周周恩来交了一个底，就是决心表示了他要打倒刘少奇，决心已经下了，所以才把我。 我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准备发表，他把底稿给周恩来看，并看了底稿，等于是给周恩来交了要打倒刘少奇这个底以后，而且就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就是他想另外立接班人，觉得刘少奇已经不行了，不不听他的，不听他的意见。其实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思是心领神会。 毛泽东没有说他到底要你谁的接班人，假心假意的是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其实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周恩来就提出那就是林彪嘛，这就正中毛泽东的下怀。然后周恩来立刻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休养的地方大连接到了北京，并且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的党政军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打招呼。 在全会改组中中央领导机构之后，产生了新的领导人名单。这个名单，林彪就排在第二位了。也就毛毛泽东实际上心里早就想用林彪换下刘少奇，但毛泽东不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他知道周恩来这个人非常乖巧，他假假装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就把毛泽东自己心里的话、不愿意说的话就把它说出来。周恩来就说：“那那就林彪接替。” 代替刘少奇当接班人，周恩来非常善于揣摩毛泽东内心的心意。林彪当了接班人排在第二位以后，产生在新的中央全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人的排排名的名单。这时候呢，江青就出来干预了。如果照排名的话，林彪就算排第二位，然后接着还应该是毛泽东、林彪、刘少奇、朱德。 周恩来这么排下来，但是江青就出来干涉了，他要贬低亚制刘少奇跟邓小平，而且要提升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跟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地位。江青什么都不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自己就居然要对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次的排名，他要来做做了一个排名，他而且他的排名居然就得到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虽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名字放在相当靠后的地方，把陈伯达跟康生的名字放到比较前面的地方，但是这个名单是显得不伦不类的。如果正规的来做，按照正规程序的话，是一个根本拿不出手的一个名单。因为根据这个名单的话，三位党中央的副主席刘少奇。 朱德跟陈云他们的名字居然是在其他常一般常委的名陈伯达跟康生的名字后面，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了。副主席的名字在常委的名字排在后面，而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名次呢，也放在了一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的后面。所以江青虽然急于达到自己的目的，要贬低一些人，要抬高一些人，但是这个。 这个名单根本就拿不出手，这这是一个很不伦不类的一个东西。这对于江青跟毛泽东，实际上又造成了一个难题。那怎么办呢？照江青提出这个名单来拿拿出去，要滑天下之大稽，是一个闹大笑话的事情。不这样做呢，他们的目的又达不到。这时候，周恩来的聪明跟技巧就发挥作用了。面对了这么一个难题，又是周恩来发挥了他的政治智慧。 而且还要加上他勇于做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经常解决问题，就是有他的政治智慧，同时还敢于做自我牺牲。周恩来就想想出了一个别人想都想不到办法。他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就在中央领导人的排位次的这种名单上，只保留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就第一号人物毛泽东，第二号就是。 林林彪，而且称呼林彪是副主席，后面的人呢？见报之后根本不提谁是副主席，谁是常委，这种名单就是没有把副主席跟常委的这种区别表示出来了。见报的时候，他们的所有林彪之后所有的人的名义一律是称呼为是政治局的常委，他这个提法是有点别别具一格的。 因为周恩来本人就是副主席，他等于也把自己也搭进去牺牲了，把自己的名位也牺牲了，他也跟着就排在后，按按照这种常委来排了，而且没有没有提他是副主席，他自己都主动这么做的话，他主动放弃副主席这个头衔那别人还说什么呢？周恩来自己也是副主席，他都不要这个头衔这就表面上就是一种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做法。 这是周恩来一贯的作风，他总是很善于体察毛泽东的难处，不动声色的就把毛泽东的难题加以圆满的解决。他固然是把事情呢办得很周到、很圆满，让毛泽东非常满意。但是如果我们要认真的追究一下的话，周恩来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一种对党章的玩弄，对党内民主跟党内规则的一个破坏。你党党的副主席是。 莫名其妙的，也没有选举，也没有正式通报，也没有做决定，说没有就自己就见报就没有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民主，对共产党的这种正常的党章这种规定来说，也是一个嘲弄的一个做法。嗯，就是周恩来，实际上他为了讨毛主席的欢心，他什么事情他都再巧妙的办法，再说不过去的东西，他都能提出来，而且表面上还解决的比较圆满吧。<coughs> 文革结束之后，为了逃避作为党对文革的灾难的责任，中共呢把自己打扮成是抵制文革的力量，其中得分最高的就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抵制文革的最大的功绩，就是保护了一大批在文革中间受到冲击和迫害的老干部。对于周恩来的国颂，就集中生动地体现在这样一句话中间，叫做“大树参天负樱花”。 英华就是党的政治精英了，大树参天，参天大树当然就是指周恩来了。当初的报纸跟老干部口头上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国“国郭颂周恩来”的功德，叫做“大树参天覆英华。这指的就是周恩来保护了在文化革命艰难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受到迫害跟压制的共产党的老干部。这对他的国颂是。 很厉害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这本书中间就指出，周恩来在文化革命期间确实保护了党内外的一大批人，不过呢，他做的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脸色行事。在所谓“大树参天负英华”的背后，他其实也干了不少很不光彩的事情。周恩来签字亲自签字抓了不少人。 逮捕了不少人，对文革中间不少很多的冤假错案都逃不了干系，甚至负有重大的责任。高文谦说，文化革命中间，周恩来是中央专案委员委员会的主任，专案委员会的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牵头人。那时候是实践就是最高权力机关机机构了，文化革命的。 碰头会实际上就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种机构了。文化革命就乱了，就是毛泽东随意的打碎了正常的党的领导机关，就搞了一些什么文中央文化革命碰头会，牵头的人就是周恩来。而在文化革命期间，凡是要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批准，所有的案件都经过周恩来的手。 除了抓总体的工作以外，周恩来还要分管其中的一些专案。就周恩来对于专，他是专案委员会的主任，专案委专案的工作，他总体上是由他负责。除了这总体责一般的责任以外，他还要做一些重点的专案组，他还要管。周恩来还要具体的专门还要管，他管的一些专案组，比方彭德怀的专案、贺龙的专案，这些都是周恩来亲自管的。 高文谦在查阅档案材料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了很多专案的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恩来的签名或者是批示，有些还做了很多多次批示，甚甚至写了大段的批语，表明周恩来跟阶级敌人划清界限那种斗争到底的这种立场吧，饥饿、饥饿入仇的这种立场。周恩来在那些专案材料的批语上写的话就。 口气是非常严厉的。高文谦说：“那种文风有很像是以前的绍兴师爷那种笔刀笔力，那种字字见血、刀刀见血的那种那种写法，那是要止人于死命的这种口气的。”在周恩来的行动中间呢，他既又要表现出了要想，周恩来既要表现出想保护人的这一面，其实另外呢也同时表现出要参与打击跟破坏的一面。 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贺龙，既有主观上又想保护他，但是又在形势的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首先要保自己的情况，其实又参与了迫害。这方面势力最突出的一个势力就是贺龙。贺龙跟周恩来的交往有四十四十年，两个人同时都是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贺龙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冲击。周恩来对他的态度开始是保护的，保贺龙。但是随着周恩来就越来越清清楚的看到，打倒贺龙的后台是林彪，如果他要继续保护贺龙的话，就有可能得罪林彪。当周恩来看逐渐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他的态度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了。在一九六七年的年初。 霍龙受霍龙受到造反派的猛烈攻击，霍龙的妻子雪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打报告，希望得到周恩来的报，干预跟保护，但是都没有得到答复。周恩来是没有答复霍龙一家人的。霍龙有难的时候向向他求救，他是没有答没有答复的。有一天很偶然的情况，霍龙回家。 经过中途中间经过中南海的时候，他就想顺便到周恩来家里去见一下周恩来，报告一下自己的处，处境这些情况。他去了以后呢，就到了周恩来的家，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恩来就那时看到贺龙来了，当然也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听贺龙诉诉说自己的那种处境很艰难的情况了。那种情况是。 非常悲惨的，周恩来听了下，那脸面上也放不下来吧，就硬着头皮把贺龙就收留下来了。就你无处可逃，无处可去，你就暂时在我家里待着吧，住着吧。然后呢，他就把贺龙安置在自己家里。这么一段时间之内，霍周恩来的夫妇在生活上对贺龙还是比较关很关相当关照的。但是有一点。 他绝口不谈霍龙本人的问题，其实霍龙最想跟他叙述的就是自己政治上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这才是对于一个干部的生命之生命攸关的地方。你政治上没有问题，你暂时吃一点苦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的政治问题不解决，你现在住在中南海的西花厅，住在周恩来的家中，你生活上再就算是过得去的话，你政治问题没解决的话，实际上。 整个命运跟前途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霍龙实际上想谈的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有满腹的委屈向周恩来要倾诉，但是周恩来绝口不提，绝口不回应这这方面的问题事情。霍龙每天站在周恩来房间的窗前，等待周恩来回家，他渴望着有机会向他向周恩来谈谈自己的心里话。 为自己的遭遭遇遭到的诬陷进行一点辩护，更能够希望从周恩来那里听到几句公道话，希望周恩来讲点公道话。但是周恩来实际上就是生活上我可以对你照顾的很好，这些正正经正经的事情我是一概不提的，一直采取这种回避的态度。到了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霍龙做正式的谈话。 这就不是私人之间的关系了。他代表中共中央做正正式的组织上的谈话，要宣布组织上对贺霍龙采取了隔离措施，把这个决定亲口告诉霍龙。他把霍龙从自己家里就交出来了。你要把你隔离，就要把他交出去嘛，让让军队或者是让让让什么人来管管起来。而且呢，周来美其名曰的这么安慰霍龙：“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先休息一下。” 等秋天我就去把你接回来，时间把你交出去就给关押起来了，就要受受虐待，就到底前途怎么样是不得而知的。然后周恩来就说的很好的，就这么去美其名曰，给你找一个地方先让你休息一下，到等等到秋天到了我就把你接回来。实际上这一去就根本就没有回来的日子了。霍龙在监禁的日子里面遭受了很多迫害，最后被迫害致死。 当他在他囚禁他的地方，他眼巴巴的盼望着周恩来许诺过说的话，就是到了秋天把他接出去。他天天盼啊盼啊，其实根本就没有盼到这一天。他在盼望的时候，中央就正式批准了对霍龙要做一个立案的审查，而审查报告呢，正是周恩来经手批准的。在监禁期间，霍龙被监禁的期间。 还有人翻出贺龙的历史进行诬陷，说贺龙历史上曾经向蒋介石祈求投降，企图叛变投敌。照道理，作为中共中央的资格很深的领导人，周恩来应该对情况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应该站出来替贺龙说话，应该讲清楚当初据我所知情况是怎么样的。他应该起这样这样做，但是周恩来不但没有这样做。 而且还对贺龙，他也同意进行立案审查，觉得贺龙确实是历史上有污点、有问题，要进行立案审查。最后，贺龙就被迫害致死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顺势就把对贺龙的迫害就完全归结到林彪的头上，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照道理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毛泽东已经表示了，林彪是林彪迫害贺龙了。 然后他听信了话，他也有错误，他要给贺龙平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毛泽东已经表态了嘛？但是呢，周恩来呢，他一方面内心是愿意替贺龙平反的，但是周恩来是过于小心，他摸不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毛泽东有这曾经出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毛泽东说话是假话来试探你们的，我故意放一个风，这不代表我的意思。周恩来又怕中计。 周恩来他实际上没把为贺龙平反放在第一位，他是怕上毛泽东的圈套，他摸不准毛泽东的真真实意图，生怕毛泽东说的是假话来试探他们。所以呢，对贺龙的平反，虽然毛泽东说了要要给贺龙平反，他他就周来就是一拖再拖，直到最后毛泽东再三说这话，他认准了，嗯，这是毛泽东是真。 真实的心意以后，他才开始准备为贺龙平反做这种事情。后来在举行贺龙的骨灰安放历史的时候，周恩来就把他的愧对贺龙这种心情表现的非常充分的。嗯、因为对贺龙进行骨灰安放历史的时候，周恩来已经身体是病重了。 甚至病危了，处在一个那种状况。但是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病重的情况，他坚持要参加贺龙的骨灰骨灰安放仪式。而且别人要劝他的时候，劝他说：“你病实在太重，身体实在不好，就不去了吧，不然的话身体也折经不住折腾。”周恩来说：“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 就霍周恩来实际上有一个良心发现，他实际上对霍龙，实际上霍龙受迫害的时候，他他是起了一个助推的作用的。他自己知道这种霍龙老战友、老朋友，一生中间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最最要好的战友之一，他实际上做了亏心事的，他只能在霍龙骨灰安放离世的时候亲自到场，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愧疚的心情。他在骨灰安放离世上先后七次。 对贺龙的一项鞠躬，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他是有愧有愧于贺龙的。当毛泽东跟江青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公仔，并且做出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周恩来又面临了一种巨大的跟道义上的考验，跟良心上的折磨，他的灵魂也经历了一次很痛苦的煎熬。 刘嗯，江青、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那你周恩来怎么办？你是站在正义跟公道的立场说公道话、实事求是呢？坚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呢？还是附和这些人作恶？那可不是小事啊！把一个国家的主席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说成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在最后，周恩来是想通过表示忠于毛泽东来保全自己，这种考虑还是占了上风。 他在刘少奇这个大冤案的产生过程中间，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刘少奇案件的审查一开始就是由周恩来负责，因为他是中央专案委员会的主主任嘛。但周恩来对于这件事并不是开始的时候是并不积极主动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把周恩来就撤了，撤下来了。 他的事情就由江青来，江青跟康生来负责来做了。但康江青是不愿意放过周恩来的，我做了，我我做恶人，我做坏人，我去把刘少奇置于死命。我做这种事情，我不把你拖下水，不让你同同样沾一身泥污的话，江青不干的。江青心眼儿挺坏的，一定要把刘周恩来拿下水。他就点名要周恩来，对于刘少奇的所谓的。 罪证材料要表态，因为江青在刘少奇的所谓罪证材料上表了态，说什么我我是充满了无产阶级义愤啊！我看了刘少奇的滔天罪行，我我是什么多么有无产阶级义愤，多么气愤啊！说了一大通咒骂刘少奇的话，愤怒声讨刘少奇的话，他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批语，就是表示他的革命义愤吧，然后。 江青就将了刘呃周恩来一军，他就要周恩来也要表态。你看了这些刘少奇罪证材料，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你是不是也有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无产阶级义愤呢？你同不同意这些材料呢？他就要将将周恩来叫周恩来要表态，要叫周恩来也要写上一段批语。这就对周恩来那就是一个道义上的考验跟良心上的折磨了，对周恩来。 你要亲自要把又从自己口中说出来，刘少奇多么坏，这是一个在江青的淫威跟威逼之下，你你是坚持原则呢，坚持实事求是呢，还要说这种话，这是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道义上的考验。作为党内的资深的人士，他当然知道刘少奇的历史，实际上经过了很多次的考，深入的考察，因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很多次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对人做。 政治历史的考察，那刘少奇已经经过了很多次考察，应该是历史问题已经是很清楚的，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而且呢，周恩来应该知道他自己对党内历史一清二楚的这份针对刘少奇的罪证的材料，应该只是一些拼凑跟伪造出来的东西，这些他都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呢，他更清楚、更清醒的知道。 毛泽东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他，用这个问题来检验他的忠忠诚度。于是，周来最后就是应江青的要求，周来就做了这样的表态，他就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写了很大很大大段大段的批示。我只念其中最关键的几句话：刘贼还不成刘少奇呢，刘贼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公贼、大特务。 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写到这种程度，关于刘少奇历史上有三次叛变的所谓罪罪证材料，就是由周恩来和刘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出报告的。也就是这个报告上负责任的，首先第一号就是第一号人物就是周恩来。这个报告是这么说的：刘泽少奇。 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公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哲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用的词都是现在听起来太太刺耳、太太不像话了，把最脏的污水都泼到刘少奇身上。 在中共十二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是他代表了党中央做了报告报告，关于叛徒内奸公则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是周恩来做的。通过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全会就做出了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且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周恩来的历史角色跟形象由此就定格了，也就是他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是卖了大力气的，他的形象实际上就是很很不光彩的。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 然难道光是道道歉就够了吗？他表示，他是邓颖超是要表示，他跟周恩来实际上是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的。我们光是道歉是不够的。这件事对于恩来来说，这嗯，邓颖超继续说，这件事对于恩来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话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那什么大局呢？ 周恩来为了保全自己，不惜追随毛泽东左恶，祸国殃民。难道这就是周恩来的大局吗？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间所作所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伦理的问题。也就是这样的，搞政治不弄脏羽毛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常识。你要爱惜羽毛，你就别去搞政治。 搞政治不弄脏羽毛是不不可能的，同流合污呢也在所难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认为有一个道德底线的，哪怕是搞政治，还是有一个道德底线的。那么这个底线要画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不论我们对周恩来采取多么同情跟理解的态度，我们还是不得不说，周恩来的行为已经突破了道德底线。事实证明。 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在历史上是立不起来的。人们对于历史事实了解的越多，对于周恩来做过的亏心事也就是知道的越多，对他的谴责也会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我们这里所说的周恩来所干过的坏事而言，个人道德之恶是政党跟制度之恶的一个部分。只要政党跟制度之恶没有消除的话，个人的道德之恶就会继续存在。 所以周恩来的问题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在政党、政治、政党跟道、跟政治制度这些方面来看问题。如果政党跟政治这些这方面的握是没有消除的话，个人的这种道德之恶也会是继续存在的，而且现随着时时代的不同，还会花样翻新。我们看现在当代的中国官场上那种丑剧连台。 就充分的就说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讲周恩来晚年，周恩来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